的日落。给我装上我们的超级武器，来摧毁光环系。给我小心点儿，别掉了。不用担心，我。随便谁给我拿好。我不要。就你了。小心，他又要喷了。嘿呀，都说我搞的的。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厉害的？它会催眠森波罗和狮陀罗的所有人，受我的控制。不是我吧？你就不要想了，连给我控制的脑子都没。那我们呢？别担心，不会波及猫族。一切都按计划完美的进行着。有了元能发动机，按元能和元能石碎片，潘百达将无人能挡。潘百达的船还没动静呢，一旦森波罗和狮陀罗在一条直线上，就更容易被瞄准了。瞄准什么？必须有个人潜入潘百达的船去探个究竟。让我去吧。总得有人守着森波罗和保护人民啊，这无关荣誉。我会保卫森波罗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。当然得有意外保险。我是队长，让我去吧。当森波罗和狮陀罗连成一条直线，用我们的超级武器直射他们，明白了吗？就一个问题，我能把狮陀罗吃了吗？这苹果被复活了，快跑！我现在就把你关掉。没有元能石，它就没有能量了。大功告成了。莫名其妙被掐，会跳的苹果。我劝你下一次得更小心一点。只可惜你没有下次了。森波罗和狮陀罗，
永远不会屈服于你的。咱们俩可以赌一把，可惜你活不到我领取胜利果实的那一天。爸爸，三星一线了。哈哈哈，今天我整整盼了一年。亚顿，你不能出去。你会像其他人一样被感染的。包迪与好友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这下不好了。有一颗陨石正飞向我们。等等，不对，是宝笛。如果宝笛也被感染了怎么办？我想盔甲应该能够保护我们。只有试过才能知道。老大，一切就绪。我要用完美的领袖形象给史陀罗和森波罗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老大，你是完美的。我是光环系的王，不是监狱里的王。我错了，这次肯定不会了。给我一个王座，你这个笨蛋。哦，一个王座，嘿嘿，马上就好。不是这个。狮陀罗和森波罗的子民想逃脱我的控制是不可能的。要么臣服，要么灾难。宝迪，你没事吧？宝迪，安百达万岁！光环系的王，喵喵！发现敌人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，哥们儿。我竟然以为自己是只猫，真是个噩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安百达把所有人都感染了，亚顿代表施托罗已经投降了，而国师还在考虑怎么做。绝对不能投降。森波罗的子民进攻元能学院，并给我抓住国师乌拉巴。不可以吃我的脑袋。快看，你们听一听我说，不会有人受到伤害。
我愿意投降，潘百达万岁，光环系的王。不！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